宇宙街笑探案，独居在涉事单位的26岁姓梁青年当场死亡，5个住客吸入浓烟不适送院，当中49岁的南亚裔男人和他43岁的中国籍妻子情况危殆，其余3个伤者情况稳定。事发在星期六朝早8:48，宇宙街289号唐楼一个4楼单位，屋内有烧炭痕迹。消防扑熄浓烟之后，死者父母到场协助调查，遗体被送往殓房，现场检获遗书提及财困，有探员在单位内检走一个化宝盘，相信是烧炭工具。